在立法會垃圾徵費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，多個議員關注推行條例過渡初期，政府只是短期免費派發指定的垃圾袋，市民會不會改變拋棄垃圾的習慣？如果我全港派，我只可以派一個月的，我就寧願可能有些特別的群組可以派長一點，讓他的生活習慣慢慢去改變。究竟日後那條執法的線在哪裡，即是都是要處理的。如果我們那時候通過的條法例，原來呢，即是政府腦裡面空白一片再想，我覺得這件事呢，就即是請了那麼多人在這裡，自己都沒有一個方案呢，我是很失望。先在這個法例的要求我們定了下來，我們才可以具體地去做跟著後續的工作。所以議員擔心就是說，在到時你會不會多少倒出來，是不會的，因為我們是有足夠的時間跟大家去真的去商討我們具體怎樣做，大家都覺得是可行的，我們才會是法例會生效。當局說條例通過之後會設有18個月的準備期，聘請大約200個合約外展員工去到社區加強公眾教育。立法會最快8月二讀條例草案。